直播吧。10月23日选周中欧冠联赛，尤文客场挑战曼联， C 罗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了自己价值185万英镑的镶钻手表。据悉， C 罗所戴的腕表镶着424颗闪闪发亮的钻石，这款定制的手表价值高达185万英镑。此前 C 罗拥有一块价值10万英镑的 Jacob Ramp CO 的限量 HR4 手表，该款手表上面镶着 15.25 克拉的钻石，当时 C 罗是该品牌的形象大使。尽管 C 罗没有刻意展现他的手表，但在新闻发布会上依然吸引了众多目光。